资料与修改 Excel 的资料呢，有数字，因为加总有文字、有日期、公式等等，我们要学习怎么去输入。首先呢，它是分文字、数字、公式三大类。我们把范例档这个文山国小成绩单这一至二至一，好，成绩单先开起来。那开起来以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编号、名称、姓名，就是属于文字资料，对不对？那数字资料呢，编号。那公式资料加总哦，这个总分就是把林法明的四个成绩加起来，这属于公式，就出现在上方的地方。好，文字资料啊，数字资料零到九加减乘法，公式呢等号开始就是表示公式的开始。那待会呢，我们来开一至二至二储存格来做计算。好，待我们回到 Excel 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开第二个档案，好，点选档案，开启旧档一至二至二储存格的用法。那点在这里呢，按两下输入文字，结束的时候按 Enter 啊，结束的时候按 Enter。那这数字当然可以自己改，对不对？好 ，B5C5 改成五跟三。那各位看一下哦，我在 A 键的地方三斜线四。Enter 会变成什么？日期有吗？日期。那日期的格式在哪里改呢？有没有看到日期？啊，日期的地方呢？如果要修改的时候呢，请你再点格式这边进来，点这个箭头，在日期的地方，我先出现是三月四号，这边可以自己来做决定。我希望出现是像这样，好，101年，啊。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做决定的，就日有关日期的相关的格式设定就会在这里，啊，就会在这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本的这个六支实页，在输入日期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斜线啊或加减号，那按 Ctrl 分号的时候就会出现今天的日期。那输入时间的时候呢，比如说输入 A 是早上嘛， B 是下午，那 Excel 呢会自动帮你做更正。那 Ctrl Shift 加分号就是目前的时间。好，输入分数，要分数呢，好，先输入一，然后呢接下来插入一个空格在这个，有没有一，然后空格一跟斜线八，就一又八分之一啦。那如果只要输入分数不含整数呢，请先输入一个零，再加空格，然后呢四分之一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遍喽，一空格二斜线三，一又三分之二 ，Enter。这个它的表示方法是这样：如果只要三分之二呢，零空格五分之二，那这两个选起来呢，就变成分数。它的表示方法就像这样，啊，这在减我们，所以我们刚打的这边零点四，我们看到这边是1.66，那这叫0.4哦，所以算出来是分数。好，那四则运算呢？公式开始等号加法加减，好，电脑的程式这个米字形哦，除，啊，这基本开始。好了，我们看资料修改，我点到 A5 要给它做修改的时候，好，点到 A5 这个，我先把这写选起来，按 Delete。点到这个，好，按两下可以在这里改，你也可以在上面这里来改啊，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来看看调整栏位跟宽度，我来开启一至二至三校外教学。有没有看到这个？点在这里，他告诉我这叫六福村的门票，可是呢放不下嘞，移到边界来的地方，可能快点两下啊，也可以使用拖移的方式。有看见吗？哎呀，这为什么它不受影响？校外教学基本为什么它不受影响呢？因为在 V1 这个是空的，当如果你在 A1 打太长，而且第二格是空的，它就会跨过来。那如果说我们这里有资料，它就被挡到了。啊，在 Excel 里面呢，它自动是调整是像这样。好，我们可以指定列高，那么选起来。譬如说，我现在选取1到9列，全部这边选起来。这时候呢，再来点选哪一个呢？在常用标签的地方，再来点选格式，再来点选列高，
我要固定给它宽高多少？譬如说，在这地方我输入什么30，Enter，再改变格式的列高60，增加一倍好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后悔。那一样有列高，当然我可以把这 A、B、C、D 选起来，可以指定什么栏宽，横的叫列高，直的叫栏宽。那这边有自动调整，请同学再试看看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再看一遍哦。我像 A 栏，我让它自动调移到边界来，只要快点两下，它就自动调整了。啊，那把它再缩小一点，全部选起来，拖曳可以调整。那移，哎呦，都挤不下 A、B、C、D 选起来，在这地方快点两下，它会自动帮你调成最佳的栏宽。像这个编号就挡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就出现这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设定跨栏至中。那同学看一下哦，我们开启这个一至二至五文山国小成绩单，那这个标题应该摆在 A、B、C、D、H 的中间，选起来，这时候点这一颗跨栏至中，那就会把 A 到 H 变成一个栏位，然后把它放上来，那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复制格式，譬如说我现在呢，好，郭逸文这边选起来填黄色背景，啊。那如果说我都要一直填黄色背景呢，我可以呢，怎么办呢？好，点在这里里面做什么事情呢？复制格式，啊，当你复制格式的时候呢，按两下锁定哦，点交错的点。那如果要结束再点一下，好，我们刚复制过，如果只按一下只能套用一次，按两下呢就可以连续套用，再把它取消为止，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框线的设定。好，我们再来开档案，开启一至二至七校外教学。那请同学拖曳 A1 到 D9， A1 到 D9 是到这里了，A1 这一格，D9 就这一格，哦，选起来。我们给它一个框线吧，预设是有印出来是没有线哦，所以在字形地方我们可以给什么框线，这样印出来才会有线条。好，我们先后悔一下。好，预览列印的功能看到了吗？档案列印的时候是不会有线哦。那我这边给完线条以后，再来预览列印的时候，这时候列印它才会有线条。